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王国之泪的神庙攻略。打开水龙头，对准岩浆。制作三块岩板。喂喂喂，对准一些。组装成一座桥。把桥搬过来，斜放拿取宝箱。用锤子击破石墙，算了，还是继续复用刚才的桥。再加了一块更长。轻松秒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的小伙伴们不要忘了点个赞。我是花花，我们下个神庙再见。